超大的耶，它不是那种就是冷冻切块的肉，它是冷藏的耶。我手会抖耶，手会抖。啊！哇！哇！很可以呀、啊！哇哦，冒烟呐、啊！You said let's jump on the bus and take a ride downtown. Well, I don't know about that. But can you help me first to get these boxes down? Well, I don't know about that. We have the whole day now just to ourselves so we can clean the house. Hey.Hello， 我是德雷克。今天的话就是我们的那个新竹四个特辑的第三集。第三集就是早中晚，现在晚上五点快六点了。所以以前在新竹读大学的时候都知道，新竹人很多人都会在地都会吃一间烧肉吃到饱。对，陶太郎夫。然后他现在在金国这边也有开。然后我觉得金国他现在规划的都很好，他马路都很大，交通变得超级方便。对，那之前我们以前吃都是在竹北吃。对，那这一次就是因为姐姐来，那我们就带她一起吃，而且姐姐是大胃王，所以我这一间是吃到饱。最合他的意了。那我们来看一下他跟我以前吃的时候那个菜单有没有什么不一样了。走喽。Well, I don't know about that. Or should I turn on the TV or the radio? Well, I don't know about that. There's a whole list full of all the things we can do. But I want to do it none. Wish that you did too. So you can just keep trying and I'll just keep saying.好了，我们的餐点都上桌啦，第一轮全上啦、喔、然后感觉蛮屌的是这一个超大的，这个你看超大的牛排，然后还有这一个，这个是母亲节送的，这个是招牌肥肠，翻翻翻，哇，皮皮薄薄啊，超级肥肠，那刚才那个油是狂滴耶，然后现在已经烤到外面是焦脆的，所以油脂已经都滴光了。我感觉到我的嘴巴里面有一堆猪，好好吃哦、喔！它不会有腥味，又脆又香，好吃。这边的话，它的副餐有一个这个有没有半熟蛋的牛冻，这个一定要点的啦。真的好吃，它牛冻真的可以，它牛冻真的可以拿到外面卖。所以它这边的用餐环境真的很舒服，这边这样吃，然后直接还有一个落地窗，很漂亮。这一次总该比我的脸大了吧？超大的耶，而且你注意看哦，它不是那种就是冷冻切块的肉，它是冷藏的，它整个是软软的，而且是整扁平，真的很棒。来直接吃吧，我手会抖哎，手会抖。啊！哇，很可以呀、啊，应该可以分成两块吃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看。这中间还可以夹成一块，你看它这个油花，这根本就单点级了。你有看到它的滴吗？这个一定超好吃的，它这种不是冷冻牛，是冷藏牛，一定超好吃。你看，你看，哎，它是肉汁狂滴耶，它这个单纯弄玫瑰盐直接吃就可以。刚好像肿太多了哦，哇，它咬下去肉汁是会喷的。它油花好丰富，然后外面已经我们烤得很怎样，酥脆酥脆的，油亮油亮的。不要躲了你！不要躲了你！各位，这个很特别哦，这个是这边很特殊的象拔蚌，它不是花枝，它是象拔蚌。象拔蚌你知道是什么吗、啊？就是海鸡鸡。鸡鸡在这里。大家谢谢主持人，你的长相像我的鸡鸡。试试看海鸡鸡。蛮特别的哦，我知道了，它的口感有点像是比较软的鲍鱼，但是吃起来很香，但是你又不知道它是什么，很像棒，原来是这个。我们来吃这个牛，大家注意看，它其实每一片肉都很厚哎，它不会那种夹起来就散掉，它的肉都是有厚度的。还再加一点泡菜，整口塞啊，有一点恐怖啊。哇生喉咙，
牛屎加洋葱。哇哇哇！很 Q 的牛舌，然后它那个洋葱的那个洋葱的汁被烤出来又喷出来。来拍你吃鲍，哎，不对，拍你吃鲍鱼。哎，他鲍鱼要讲吃到饱的等级，弄这么大的鲍鱼其实是不马虎的。哇哦，冒烟呐！好是吗？脆脆的。哎，真的是刚刚好哎，有有汁有水，而且又脆脆的，好吃。哎，这个酱哇，好爽哦。叫猪颈肉，哇，好吃哎，好脆哦。你看这个，它的那个什么培根，这个是包马吉，那个是包芦笋，中间煮蛤蜊汤。这一间我跟大家讲，真的是很好吃，新竹难怪当地人，而且他现在又开第二间店，这一家真的是很棒 ，CP 值超高，而且东西都很好吃。好，我们顺着山这个，我们还会看一球冰淇淋的上面。是很烫还是很冰？冰火五重天啊！对啊，吃播啊，就一直吃，一直吃，一直吃啊！打码，对，我这样又拍到我，那我再把它打码就好了。不用打码、他说要打码。未来的宜兰露露，你知道吗？